山楂树啊。现在老板肯定那边旁边就是清定了，清定了，清定了，你看都装扮脱衣服了，哈哈哈哈哈，穿了赶紧穿起来，哈哈哈哈哈，清凉的，哎呦，哎呦好有刺，漂亮喽，给起了，来快点啊，山楂树嘛，这就是山楂树嘛。哦，马樱花。啊，准备好了，坐好，快点。啊。啊 ，OK。看这孤零零的，就漂亮的了。不是啊，如果旁边有树，它就不好看。哦，马樱花。你买个记得，红土地那边也有棵树，孤零零的，一大棵。红土地啊。啊，也是抓马去的，照相。哎，那棵树也很漂亮，也是独独的一棵。给我羡慕了，也想找一个来就给我拜靠拜。哎呀，也很敢靠哈，靠的，快点快点，有老师，都可以给你靠呀。走走走，我也找两张好了。走走走，真的我喜欢这个树。哎，接哈，走。这是接哈，这是情定一下。哎，然后呢，真的接哈。回去那就随便说了，对。给有个说法，我在哪边？我一下，还要摆靠妹子。哪个就是？可以可以。啊，可以可以。你要忘记在观众，你们就成功。哈哈哈哈哈！里面只有你四个，你们拍了一张。妹呢？不拉几张。哈哈哈哈哈！哎、如果走短线了，到时候我就可以稍微拍好照。啊，对，慢慢的走。哎，你线给有？有。我老是充电器。哦。然后不帮你那线看。就是这棵树漂亮。嗯。嗯，没得线有充电宝。小妹过来换一下。我带去。哎，你紧稍微矮一些。我要换手机了，再不换只能坚持半天了。嗯，电池。换电池就可以了。电池我也换的了。很强了。没得用。太强了。哦，太孤独了。啊，你老乡。哦，这个挺漂亮。这个带你啊，带你。这种叫轻松，跟树洞轻松。因为现在是什么？湖边的蓝天特别漂亮。蓝天白云。走这边，走哪？我这边，到不到那边了？这边。哦，对，那是山包。你那又挂啥的又挂，那么快就没找了。